你有机会去到我们的腾冲热力，假如您在那个地方买到1万块钱的白粉，如果您有这个能力带到我们的省会昆明，你可以返40倍；如果你再有这个能力把它带到我们中国的广东这个深圳一带，你可以返160倍；如果你再有能力把它带到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一带，你可以返400倍。知道买点什么吧，买点东西。那是我们成功让你买点别的东西，你说这个你不喜欢，那个你家里，这个家里的没有吗？我们已经跟那个发布者一起跟去了，美游了嘛？就是他是7月5号发生，他的这个行为是相当恶劣。我们马上就对立案进行调查，因为我们开始发到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也和公安机关进行对接了。当然，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取证，才能核实。